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于夜深工作之余，他刚才关门没关系啊，三二一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于深夜工作。可是他在厕所，他肯定还会出来的呀。我赶快先把这里讲了，三二一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晚上工作结束之后，自己与自己复盘，自己与自己思考反思的一个过程。啊，我还可以分开来是吗？我可以一起的。完了，第一句直接忘了什么东西，哈，分开来吧，我太自信了。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现在开始，二三四六七八，二二三四六七八，我的鸭子呢？2345678 2345678，能把它送给我吗？它长得可太好笑了。啊，我没有资格，好丑，长得好丑，这个鸭子。然后有聊一些彼此对于音乐的理念啊，然后三二一，有聊到彼此对于音乐的理念，因为我觉得这，可以透露吗？好的，这一次的新EP呢，就我的第一首歌就会有一支概念片和大家见面。啊，细节啊，细节就是，我也参与了很多地方，很好看，已经上线了，哎呀，不早点告诉我，我还在这里啊，已经上线了，没错，这一次是由我自己也出镜，然后自己也参与一些最初的设计和企划，然后和老师们一起完成了一支非常不错的概念片。请模仿一下幼儿园开学打招呼。我没读过幼儿园，开玩笑的，不是，幼儿园开学都忙着哭呢，谁打招呼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even Nation 幼儿园小班的同学张延琪，我的兴趣爱好是踢足球、打拳、看动漫、看电影。